迎大家来到全进口。全进口，那你说，看你们谁会说。全进口，荷兰大牌，诺优男冠名的《爸爸去哪儿》。哎，不错，好。欢迎大家来到荷兰大牌不耍大牌原装原罐全进口的诺佑浓奶粉冠名的《爸爸去哪儿》第四季。我们也要感谢爸爸萌妈回家给妈妈带团圆好礼的达利园冠名播出，欢迎大家。我们已经旅行过很多地方了，这次旅行也好几天了，你们最想谁？我最想我妈妈。想妈妈啊？你想谁？你想谁啊？我想村长。哦，想村长。哎呀，快抱抱。什么叫觉悟？靓仔，来，什么情况？睡着了的招财猫。靓仔，你最想见到谁？你最想谁？这是？妈妈。你最想妈妈？你想？我的妈妈，我的整个姐姐和我的小狗狗。安吉想弟弟。想弟弟了是不是？啊，妈妈啊，我有几个好朋友说认识你们，我想请你们来猜一猜我的朋友他叫什么名字，好不好？好。好好吗？好。哎，是谁？是谁？拉着黑布，你的朋友好神秘啊！欢迎收看由原装原罐全进口荷兰大牌诺优能冠名播出的《爸爸去哪儿》。《爸爸去哪儿四》由用心做品质、享受美味生活的达利园冠名播出。感谢本节目指定用车沃尔沃 X90 豪华七座 SUV 带家人一起畅游天地。科学补好钙，爸爸更有爱。感谢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指定航空公司。东方航空要你体验全新贵宾厅。爸爸和宝贝们的第五次旅行在古色古香的江西抚州竹桥村快乐进行，村长邀请来了几位神秘的朋友，爸爸和宝贝们只能根据少得可怜的提示来猜对方到底是谁，要是猜不对那后果可是Hello Hello Hello。哦，你好，欢迎你，欢迎你。感觉像机器猫似的。No no no， 他说 no。No, 我们喜欢快脚。什么？好像是女生啊，这人好像有点口音。我们喜欢快脚。他说我特别喜欢村长。村长。村长，你这个朋友。以说话的语言组织方式来说年纪不大吧？对啊对啊，他很年轻。我今年八岁了。他八岁了。八岁了。来探班我爸爸。你爸爸在这儿吗？你爸爸在这儿吗？八岁了。是的。靓仔是姐姐吗？八岁了，是姐姐吗？森迪啊，这个森迪，谁的？不会吧？森迪吗？怎么听起来八岁？不知道是男孩女孩？
女孩。我也是女孩。你也是女孩。你说我有个姐姐，我也是女孩。够了。不好意思，你也是女孩。叮叮叮叮叮，姐姐三文鱼来啦！哦，三文鱼来了。才8岁啊！我姐姐最爱吃三文鱼。对啊。大家来猜猜看，到底是谁认识的朋友？如果我们都不认识，他就走了，他就回家去了。我觉得我认识。那还能让走了？那都是就咱俩，反正对，要来都是好朋友。靓仔，你觉得是姐姐吗？有可能是啊。好了，还有小靓仔，还有田亮和伦硕都觉得是自己的朋友。那你们每一个人有一次提问问题的机会。啊，你是不是教过弟弟学英语啊？你家里有没有边境牧羊犬啊？是的。哦，完了完了，这、啊、怎么回事？这完了，我们家没有。那你确定吗？啊、那我基本知道是谁了。来，跨前一步走。欢迎你来到爸爸去哪儿。哇！对对对，哎呀，这两个人，看了，哎呀，哎呀，看了，哎呀，看了，哭了，看了，感动哭了，哎呀，高兴坏了啊！你把姐姐给抱倒了，哎呀，行行行，快快快，好了，你看，看了，好开心。对呀，阿拉蕾，这是我的姐姐，阿拉蕾，我知道她，我知道她。啊，他就是安吉，安吉，安吉，阿拉蕾，他是小靓仔，握个手，说你好，你好，这个是庆庆，对，这是 Jaden， 你好，好了，这是一航，这是一航，我们这次也带了礼物给大家，对，哇，谢谢，大家都在我们刚刚，好，谢谢谢谢。他们结婚吃喜糖了，哇！谢谢谢谢，新婚快乐呀！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Hello， 谢谢谢谢，开心吗？我们卖东西，高兴死了！哎呀，你看妹妹见到你高兴的呀。你现在特别像一个考拉，对，我每次都挂在上面。开了，他一直都很独立，显得像大姐姐。你一来了以后，瞬间就感觉，哎呀，找到妈妈了。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弟弟来得了吗？弟弟啊，你猜。我弟弟来得了。我还有朋友要来呢，你们要不要欢迎啊？现在凭预感觉得是自己的朋友的，举下手给我看。靓仔，确定吗？你会觉得是谁呢？我的姐姐。你的姐姐啊？哦，好。阿拉蕾。我也不确定。安吉。不确定。你也不确定啊？要藏好，不要被他们看见啦。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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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感觉是个男的还是女的？我的宝贝喜欢考拉姐姐。喜欢考拉姐姐？什么？啊？我。你这么主动啊？确定是你吗？对。谁喜欢考拉？就是你。我说你这句话。我喜欢考拉姐姐。我觉得安吉是你吗？我觉得是你。我也喜欢考拉，是谁呀？对呀，谁都喜欢。你看，完了，不行不行，这个问题过。过。这个男生都喜欢了。四个小男生把考拉已经围住了。走路轻一点，楼下会投诉的。楼下会投诉的。
哦，有暗示。住楼房的。住楼房的，谁在楼房上折腾过？安杰，安杰是安杰妈妈爸爸，爸爸爸爸在那边呢。对，去哪？妈妈。现在。没有妈妈。现在。妈妈。你说，安杰，你说，你觉得会是你认识的朋友吗？是。好，靓仔，你觉得会是你的朋友吗？是不是他是草，但是楼下的咱们那邻居不认识。啊，车发动了，要走了。哎呦，别走了，不是我们家的。想想，不是我们家的，你们赶紧想想。哎呦呦，哎，别走，别走，等一下，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再想想。咋的？哎呀哎呀，哎，怎么走了？过了就走了，不是。是什么意思？不是我们家，他就走。不是你们家的，他就走了。对呀、啊，错了他就走了呀。我还逗他玩呢，你就他怎么就走了就？对呀、啊，而且可能直接买飞机票就走了。太不经逗了、啊，这人。儿子，从现在开始，咱们的战术就是谁来咱都认啊，来者不拒，来了就认。我觉得刚才最关键的问题是你认了别人家的人。对呀、啊，你要我没认，我儿子站出去的。你又不成，你看你爸一到关键时刻，来了，大家站好站好。来了。你好。Hello。我家里三个孩子都喜欢撒娇，真的吗？对啊，三个孩子，谁家仨孩子呀？那我再来，我已经在了，还可以再说一句话吗？我的宝贝喜欢吃羊肉串大烤肉，有一个弟弟。我要吃羊肉串大烤鸡。啊啊啊！咱家，咱家，真的？Yes， 咱家。快站住了！不用问，不用。没有三个孩子呀！我，你弟弟。哎，这个你们俩的秘密我们都知道了，三个孩子啊！三个，就咱家，就咱家。如果你是我们的朋友，就请你下车来吧。啊！出来了，下车了。妈妈，哎，胡哥 ，Hello， 弟弟呢？这不是，我就知道你问的第一句就是弟弟呢。弟弟没来，你想弟弟了是吗？嗯，想弟弟了。哎呦呦呦呦！这啥意思啊？这跟我在这受苦了，这是，跟我在这受苦了，你知道吗？见你爸欺负他怎么样？见他吗？见他吗？好了。哎呦，不知道你儿子受多少委屈。纯爷们儿，为什么要哭啊？弟弟，小弟弟啊。好了啊，弟弟让我给你带了一个礼物来，好不好？我给你好吗？嗯，好吗？啊，来。弟弟带给你的，这是什么？这是大芒果。啊，对，是的，放在里边，一会儿我再发给他。你闻闻香不香？胡萝卜，你看看。对，但是你得把这个。不喝了啊。哎，实在不好意思，你看我们都团圆了，真是不好意思。没事，好好团圆吧。啊，我们这个还是带儿子接着旅行。来了，来了。靓仔，你觉得会是谁？我的姐姐。你姐姐啊？Hello， 我的朋友，你好。你好。哎呀，我家大宝贝现在还没女朋友呢，好着急呀。哎，董丽。还没有女朋友。没女朋友。谁家大宝贝？哎，向左。哎，这还没谈恋爱啊？还没谈恋爱。董丽还也没有吧？没有。现在有两个人选了，已经，我们还可以缩小。我们家小宝宝非常的聪明。什么？小宝宝非常聪明。干嘛去哦？我当队长。我来，我说你还要不要吃糖？那么不听话。
应该是我吧。我是很优秀的。我是很优秀的。就他俩，就他俩之间，他俩之间。你们俩都跨前一步，每个人可以提问个问题，好吧？来，跨前一步。这咋问呀？这个。你问个问题吧。大宝贝问还是小宝贝？你姓什么呀？要是姓什么呢？我爸爸会武功还是不会武功？是的。如果是我们的朋友，就请下车。错了，绝对不会错了。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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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哎呀，来，那个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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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们想问一下，你们家大宝贝在家里乖不乖呀？乖呀。那他跟你每天都说实话吗？大部分吧。他跟你说的那个没有女朋友，你相信吗？相信啊，没有带回家的应该是，我带糖给你吃，带礼物给你，谢谢妈妈过来，谢谢奶奶，我爱你妈妈，我们也欢迎一下好不好？好，我们欢迎一下妈妈，欢迎一下妈妈，还有一个吗？对啊，那走了，真走了，我们刚才正在沟通，他真的很生气，然后我们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再回来。别回来了，真的，我觉得真的，就让他们长点记性。你们家都找着了，你说真是，我特别期待刚才走那是谁？不知道啊，这现在我有点不敢说话了都。我告诉你，我反正怎么说，村长，我们今天有一个得回去跪搓衣板的，对吧？反正刚才不知道是谁给惹生气了。嗨，你好，欢迎我的朋友，欢迎你。就是刚才那个，我是。对，安吉都记住刚才那几号车了。哦，咦 ，Hello， 你好。Hello， 我的宝贝非常喜欢玩乐高。哦，他喜欢玩乐高。你喜欢玩乐高吗？谁喜欢玩乐高啊？你也喜欢玩乐高，都喜欢玩啊！这个是我的秘密。好，我们要谨慎一点。第二个提示，我们想听。我家的宝贝最喜欢吃鱼和虾了。鱼和虾。好多小朋友都爱吃虾哦。我喜欢吃。好。我最喜欢吃虾，还有鱼。你们千万不要再搞错了啊！不要再搞错了哟。青青，我觉得是你妈妈。我这是他妈妈。我觉得靓仔，你还想问一个什么问题？确保她是妈妈。你是谁的家的妈妈？你是谁？好问题。好问题。你说我的宝贝有个姐姐吧，她应该就知道了。你有姐姐吗？你有姐姐吗？你儿子是不是会学小狗啊？是的。就是你妈妈，怎么学？你跟妈妈学一个。那个，这样爸爸给做个示范来。是吧？爸爸给做示范。做个示范。来，最标准的，一家的啊，来，哎。好。咱看看是不是啊？来看着啊，保持造型跟我啊。会是谁？又走了。不是又不是。又走了。又走。别那么小气吧。对呀、啊，什么意思啊？别走啊！别走！求求你别走、啊！家里没出。哦哦哦！啊啊啊！哇，宝贝！哎呀！你看，我在想，再走了的话，吓死我们了！招招都中我们那个内容。
我没有认错啊。哎，刚才是谁认错了？不，你刚才来过一次了。我来过一次啊。我还逗他玩呢，你就他这么就走了就，太不经逗了，这人谁家的不经逗啊？天哪，这么明显的都猜不出来。蓝瘦，香菇。反正怎么说，村长，我们今天有一个得回去跪搓衣板的，跪搓衣板的。他就是刚才你们的车是吧？我们这样吧，我们掌声欢迎一下小靓仔的妈妈叶倩。谢谢。对，好啊。其实我们还有三位朋友，其实已经来了，但是呢，他们没有出现。我们要说的第一位就是庆庆的妈妈，她昨天晚上已经来过，但是呢，因为今天奶奶身体不太舒服，所以妈妈就赶紧飞回去去照顾奶奶了。但是她委托了爸爸，然后呢，在这个时候要带了礼物要送给大家，是不是？对的，对的。小靓仔，这是你的。对。宇航，这是你的。谢谢。安吉在哪儿？在这儿。安吉，这是你的。谢谢。阿雷，烤的，这是你的。谢谢。因为昨天来不知道你来，所以就给烤做一份，你们俩一起分享好吗？啊。再有一个就是喜讯了。就是阿拉蕾的妈妈又有了一个小宝贝了，正在肚子里。哇，好啊，太棒了！对，你做小姐姐了，做姐姐了。阿拉蕾有一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叫你姐姐的时候怎么办啊？你会？哎呀，今天大家都特别开心，有姐姐来了，然后呢也有妈妈来了，都特别的高兴。但是呢，我们的家人还没有到村子里看过，还没有，还是别看了吧，还是别看了吧。这样，咱们就带着妈妈，带着我们家的宝贝儿，一起到村子里，到我们的家里去看看，坐一坐，好不好？好耶 ，Let's go。跟妈妈走吧，你跟妈领。妈妈要不要看看我的小肚子？要。一会儿去蔡哥家，我们那个房子算好的了。想想我们，他们就觉得很幸福了。对了，哇塞！咱先各回各家吧。你先各回各家吧。来来来来，我们家大院往这边走，一二三号房往这边走。这儿吗？哇，不错啊。去，带妈妈去吧。慢点啊。哇，不错啊，这个房子好漂亮啊。这是大户人家。真漂亮的。咦，小兔子，哎，你的那个呢？你的胡萝卜呢？小兔子。哦，这么大。那个主人。哦，那你再喂它吃，它饿了。你要把它举在那儿，要不然你让它一直往外跑。这个这次也是巧了，你要过来，我居然住上了最好的房子，我先带你后面转一圈吧。好，靓仔，要不要带妈妈去看看房子啊？小靓仔在陶醉着喂小兔子呢。走吧，那我们走。走，你应该坐在那儿，老爷坐。不敢不敢，我就住了一天，不敢随便坐那儿。你看这个，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家比他们的家特别安逸。哦。爸爸才送给我一个礼物，两个双节棍。哇。哇，两个大水缸。这是我们的房间。你看地子，我们抢的地就是这个房，这是镜头，你看这是我们的镜头，三个镜头，四个，那边还有一个。感受一下。哦，不要看不出妈耶。那我
爸爸去那儿哄。那我们睡觉在哪儿？在这儿。在这儿啊。OK， 就好小啊。啊，我跟你睡。我们怎么睡、啊？我和谁睡、啊？我们怎么睡、啊？四个人在这儿。你们仨睡呗，我睡地上。你怎么睡在地下啊？睡袋呗，那怎么办？真不错哎，这特别像拍戏的地方，你不觉得吗？你带你妈上去吧，咱住个地儿。楼梯是悬空的。悬空是什么意思？带着你妈上。楼梯那一下。慢点，扶着你妈。谢谢。哇塞，这还带弯腰的是吧？这就是我们的门。为什么他的门都这么矮呢？这阁楼吗？这不是小矮人的地方吗？七个小矮人。哇塞！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房子算也不错了。我觉得有门，然后有灯光，然后我想跟你说，不管怎么样，我们是一家庭，我们一起开心，然后享受一下，体验自己就好了。亲爱的，我们都麻木了，你不用安慰我们，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了。是你第一次来这儿不适应 ，Jaden 没事吧？嗯哼，没关系。你看 Jaden 没事儿，其实只要你没事儿就行，因为我们每一次都差不多，对吧？我们每次都是最好的，只是这次，这次不好是吗？让你帮我们洗的碗吗？嗯。怎么了？那你刚上完厕所洗手了吗？没，拿湿纸巾擦了一下。擦得很干净。你真没洗。我擦得很干净。你真没洗。算完是哎哎哎，哪个？那个肉啊！你看我指的是哪个？松松的，来泡着它的汤啊！对，你倒碗里，倒一点点点点点点，你倒浆了，你为什么要倒浆呢？哎，太难伺候了。他说你难伺候是吗？不对，所以是谁比较难伺候？你这终于有盟友了是不是？啊，你要揭竿而起是不是？居安思危啊，有些时候考虑问题要长远一点啊，不要只考虑眼前。别受他威胁，赤裸裸的威胁。你别忘了啊，等他走了之后，你又落谁手了啊？谁每天陪你在外头录节目？弟弟。录节目，总陪你录的是谁？弟弟。他就陪你录两期。人家录两期，胜似你录这么多期，你好好反思一下吧。那下一期爸不来了，你带弟弟，你俩来行不行？好。那真成爸爸去哪儿了？爸爸去哪儿不是爸爸去哪儿，是爸爸爱去哪儿去哪儿。吃一点就不错的。庆庆，现在是不是你什么沙发都能坐，什么艰苦的环境都不怕了，对吧？还怕吗？不怕。还有担心吗？牛棚更好。牛棚更好，现在牛棚你认为是最棒的了吧？对。这是什么？鸡腿。
要吃鸡腿啊？不是，你要给爸爸夹菜啊？对啊，你多吃点。你多夹点。嗯。嗯，谢谢。哎，再给你夹。哇，好棒啊！你现在会自己吃饭了都。看到你进步好开心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怕你喂我没时间吃饭。哇，你好懂事哦。这个1.6。谢谢。爸爸。嗯。你是什么萝卜？我是虎萝卜。你是什么萝卜？我是虎老虎的虎萝卜。虎萝卜，我是胡萝卜。胡萝卜有。啊。你想不想尝尝小兔子爱吃的胡萝卜什么味儿？因为我就变成小兔子了。你本来就是小兔子。你是属兔的，爸爸属羊的。那就能吃羊肉。嗯，没有嘛，你属什么能吃自己吗？爸爸属羊就不吃羊肉了。多少天都没吃上西红柿炒鸡蛋了？啊？我们都是自己做自己吃。他做了个东宝鱼。嗯。你会做啊？对啊，昨天做了红烧多宝鱼。那你们所有的宝贝们，你是最好的厨师吗？性格做的最好。是吗？嗯。我的天哪！安吉带妈妈来看看。哇塞！太不容易了。天哪！蔡哥。这个是你的家呀，门感觉很好，一进来你明白吗？啊，是这样，该帮帮主，慢一点呢。坐东西就在这儿，这是沙发，这是自行车王，这是泡澡做饭的地方。请坐我们家的沙发。哇塞，这沙发太洋气了。你先坐一下，我坐下试试，我坐下试试。我儿子说坐着很舒服。会做饭了吧？会。你看，一层，第二层，还有一层啊，还有一层，慢点慢点，宝贝儿，好，第三层，好，可以看电影这儿，你看这都不影响，一层、二层、三层坐了一排。说昨天你那软服在哪儿？艺术家，艺术家，哇，评价。欢迎大家来到荷兰大牌不耍大牌，原汁原味全进口的牛奶粉冠名的《爸爸去哪儿》第四季，也要感谢爸爸妈妈回家给妈妈带团圆好礼的达利园冠名播出，欢迎大家。今天我们是一个大团聚，我们要最热烈的掌声来感谢参加我《爸爸去哪儿》第四季的各位妈妈们，还有真的都是超级美女妈妈。对呀、啊。都是超级人脸帅哥妈妈，帅哥，妈妈好，这都是啥？来，不能乱跑。好吧，那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的爸爸们今天看到妈妈们来了，我们每个人都夸一句漂亮的妈妈们，好不好？好，从亮哥、甜甜哥开始啊，开始。夸我老婆啊？夸谁都可以。哎，也可以夸我，可以夸我，没关系。别甜甜，别不好意思，天天在家夸，你就拿出几来的都是孩子们的姐姐呀、啊，哪是妈妈呀？啊，包括我。这像姐姐很开心。对对对，那是大姐姐，这都小姐姐，哎。哇，我就想夸。有其母必有其子啊，哇，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太有其父必有其子 啊，对对对，啊，这个一直表现特别活跃，然后今天突然之间变得特别乖的沙溢啊，对，你怎么不插话了呢？今天是我录整季爸爸去哪儿最开心的一天，正所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哎，轮胜，轮胜，对，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儿，然后我觉得很有意义，而且他来了，我轻松了好多，啊，你知道内心的那口气就松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不看着的时候，他也会看着，然后我可以啊睡会儿。报告村长，安吉发现了一个问题啊，你说啊，你是李航家的人。
我为什么我这里啊？我们。